火锅，我们就把王熙君带走了。被你逼到穿粉色，我要晕倒了。心里。嫁给他，嫁给他。成都，成都，成都。是告别一会儿，王娘娘，王娘娘再见，王娘娘加油哦，王娘娘，王娘娘要唱29首歌。
紧张啊！我跟景爷，你知道我耳麦没戴好，我俩从后面，快点上去了，10秒钟，5秒倒计时，然后马上冲上台上。我们从去年姐姐的时候有在台上表演过，再来好像就这一次了哈。对，我这个耳麦新定的，上次谈笑一声之后，这是第二次用。谈笑一声之后，大家还记得谈笑一声吗？哎，我刚才在下面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看你的那个回放、彩排啊什么的、然后我的眼泪不争气的流下来。我突然回忆起有一天、心灵特别的晚的时候给我发那张照片，血乎乎的，他的鼻子做完手术的那天、已经做完手术快10天了，还在有那个伤口的，对，还有这些伤口，所以他其实太能忍了。我看他的那个，他简单的说了一句，我就鼻窦炎嘛。其实我说哇，他哪是鼻窦炎，是做了好大的一个手术。我真的是在上面眼泪就下来。所以你刚刚看到那个，然后就回忆到那个时候。对，之前我记得去年我们在云南录节目的时候，然后心灵说他要开全球巡回演唱会，然后我记得我跟黄小磊说，我们要唱现场。然后这次我万万没想到的就是在成都开演唱会，参加了演唱会，所以特别的感谢心灵。感谢心灵。没有，我要真的谢谢两位好朋友，谢谢你们，谢谢，给他们最大的掌声。求婚吗？嫁给他，嫁给他，嫁给他 ！Oh my god！ 耶！大家要注意安全，一定要注意安全。哇！哎呀，被扫到狗粮了。哎，我的墨镜呢？我的墨镜，快给我！我们一起说祝你们永远幸福好不好？我说祝你们，我们一起说永远幸福，祝你们。谢谢我的音乐路，一路有你们陪伴，也谢谢你们让我陪伴你们的青春。谢谢成都，我们下一站见。